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个是我玉师傅徐斌的招牌动作。什么叫招牌动作？就是一来就拿个石头在这里颠颠颠啊，在面前晃晃晃。那我们一会儿要开一个石头，很久没给大家分享这个赌石经验了啊。那我接下来要开的这个石头，有机会啊，挣个一两个月生活费就靠它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石头。见证结果啊，这一件石头其实乍一看的话翻砂非常好，是吧？就是一眼看过去觉得这个石头必须打灯瞧一瞧的石头啊。这是一个种水料，但这个料是一个后浆的。其实后浆大部分都是水翻砂，哎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可讲的，因为它也是水翻砂。但是这一件水翻砂明显有一层雾了，而且它的老度很高。好，这个料子有没有可能大涨呢？我也希望它大涨啊。但这个石头个人觉得啊，赌个落冰，落冰有可能还带一点春底啊。然后这个料子的话，最主要是它有块头，还有一个牛逼的地方就是可以赌手镯，它这个面的话是有手镯机会的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讲，这就开整开工。最奇妙的第一针头，见证一下。好麻烦嘞！哎呀，白了，完了。白擦擦的，要凉了，这是，是不是没开得很深呢？感觉到白了嘞。这个白了，开个窗白了，可不是什么好的了，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啊。我觉得太小气了，开这个窗开得太小气了。从第一个针头来看的话不理想了，春的话基本上是跑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料子要垮呀，要垮呀。算了，搞个大针头吧，这个针头太小气了，太小气了，马上换。好了，现在换一个大一点的针头，大一点的针头，再继续拖两针看一下来。真觉得不是很理想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！这个料子垮了呀，经过多年，好像是垮了呀。所有的过与错，无法解。软了，知道吧？翻白了，软了。如果是大家经常看我视频就知道，它必须是发黑有杠性才能长啊。三个地方戳下来。换个地方搓一下，你这样一个石头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。我只想要简单的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天空。啊，凉了！刮了，刮了，刮了。2022年的第一块框，
比往几年来的更晚了些，哎，伤心了。这个奚落，啊，读骆宾的读这个奚落都来了，烦。哎，做大做强吧，看结果吧。这个基本上这个势头已经开得差不多了啊。总体来说，就是一个奚落吧。骆宾是没赌到啊，但是就是整个料子啊，我是一点裂都没开出来。你看我开窗的时候，我连灯都我都懒得打，没有裂啊。就是赌手镯的概率还是很高。这个料子呢，你说垮了，它也不叫垮；涨了也不叫涨。总之一个，到赚不赔吧。干这种事情是最累的，不挣钱是最累的。给你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吧，发现最后不挣钱，这个是最累的。里面是有一点春啊，但是不是很浓啊。就所说啊，一点裂都没有知道吧，一点裂都没有。可以读读手镯啊。哎，就这样吧，咱们下期见啊。所有的过与错无法解脱。